阿信要不要来？廖记者被九零催辞，昨天和公主屋潮流品牌展优酷在上海举行，余文乐、林俊杰、五月天等潮流明星云集。五月天里头其实真的可以跟潮流沾上边的，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阿信跟冠佑。不，阿信和冠佑是潮流本身，你们三位是跟潮流沾上边吗？我们是沾边的，对。我们下面来问问潮流本身，来阿信。好几次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你是要说冠佑了。当天最大的亮点就是活动主题曲《成名在望》MV， 请到 TFBOYS 易烊千玺担任主角。这个故事中的这个少年，他必须是一个看起来就叫很年轻，带有青涩又带着这种倔强的一个特质。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些那个易烊千玺他的演出，我就觉得他特别的适合。然后我们就马上就去邀请，然后他也很快就回应了，他从机场。直接都要片场，连续拍了很多天，然后每天都拍到很晚，很辛苦。然后特别是他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他是跟我们说他都在练习贝斯，练贝斯。对，现在想要当贝斯。还有欢庆十周年的 Stereo， 阿信也带着设计师好友不二良来啦。后天就有这个十周年的演唱会，对，纪念的这个生日派对，所以今年非常精彩。会有一些特别的环节吗？有，以后天要不要来？来，那就看得到。总裁大人，内务外务，金狗多热，难道千万别忘了他？那你没有考虑那个今年的金曲最佳歌曲的阿信？嗯，有啊，有啊。他交了吗？还没。歌曲进度。我今天人在这个上海。就是这几天也都忙着演唱会的事情，所以请这个公主就再稍等一下，一定会给她很满意的交代。谢谢你啊，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后天邀请你们来看我们的周年演唱会。真的吗？我知道，要问一下。